就海湾这里。在海湾什么情况？受伤了吧？好像奄奄一息的感觉。结果昨天晚上海风吹多了，感冒了吧？嘿嘿。哦吼，有货咯。看，一条睡美人，这种鱼特别温顺，它们都是挨着那个沙子或者那个礁石的。你姐，哎呦，哇，被扎了一下，给它站稳一下。哇，这鱼游起来也是特别好看哦。呀，有了，嗯，哦，有点像罗非鱼哦，呵呵。哦吼，这粉水蟹看到我过来之后，它就开始握沙，看，它要握到下面去了。哇，这螃蟹挺好看的，哎，你看，它会喷水的，萌吧。特别有意思，哎呦，哎呦，这海螺挺会躲的，它想借着这个海花给它隐私，看到没？它们晚上才会爬行，白天都是躲在那个珊瑚下呀，或是石头坑里一动不动的。哦吼，救一下！他在干嘛？咦、哎、呀！哦，这虾都奄奄一息了。退潮后，这些水就开始发热，因为水太少了。经常来这边赶海，水坑都有领河放海鲜。哦吼，海螺这么的能躲吗？嘿嘿，哇，这么大一个，隐隐看到还以为没多大呢。哇，爽啊这一个！哦吼。有一只红花蟹在这里，应该是出来吃海蛎的。这家我喜欢吃海蛎。现在的螃蟹都是挺肥的，看来今天有一些螃蟹捉。哇，这条鱼是受伤的，那个尾巴应该是被螃蟹给攻击了。潮水已经涨上来了，我们视频就拍到这里吧。喜欢赶海的朋友们帮忙点个关注哦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条漂亮鱼，它难难难把头解下来放到这，把它赶进去。哎，镜头镜头，哎呦，哎呦，这家伙竟然不进桶，麻烦了，啊，水浑了，嘿嘿，这下还能爬，哎，咦，嘿嘿，哇。条美人鱼，好看吧？呼呼，这个回亲盟卖个好价钱了，爽啊！
小的清水蟹，嘿嘿，太小了吧，来只大的多。哇，真的有大的哦，这应该有半斤多了。哎，他在咬那个珊瑚，这家伙是吃珊瑚的吗？哎呀呀，咬住我那个夹子。哎，就这样，对，就这样进桶吧。呼，哦吼，露个头在外面，是一个海茄子，好像它还没成年。这海茄子会喷水的，看，有点意思哦。这个应该还在发育中吧，未成年，要放回坑里吧。这里的海螺这么小，走了，找一下有没有大货。哦吼，这我家伙找东西吃的吗？看这海鳗啊，他们牙齿特别锋利哦，抓头部，呀呀呀，哎呀，你真是跑啊！哦吼，有个好东西这里哦，嘿嘿，这种鱼特别温顺，看，哇，这猫砂可以哦。是领盒饭了吗？哦，原来是他吃的很饱了，看，懒得游了。哦吼，一边游一边吹泡泡，潮水退干了，这些螃蟹就开始从那个地里面钻出来，寻找东西吃。哇，这个大吧，这起码半斤打底。兰花蟹也是特别好看哦，呼呼，我去，这家伙胆子生毛了吧，直接游来我面前。你是不怕人的吗？是两点鱼，